我们一定要把他气疯会。以后，要是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就吹响这个哨子。中国的传统武术是老祖先留下的东西，自有其精妙之处。这次比赛我一定要好好打，拿个冠军回来。Davis， 有何贵干？我这里说你们中国武术不行，要来跟你们过过招。中华武术传承千年，从来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拳术。真正优秀的拳手应该具备不屈的精神，顽强的斗志，以力为基。 以技破敌，以小博大。如果有一天你能为国家荣誉而战，人们都会为你骄傲。我同意跟张轩订婚，就当是给他的订婚贺礼吧。 祝你新婚快乐，永远爱你的子龙哥哥。